首先打开这个帮助里面一个硬件测试，继续回个原点，然后再等一下，再点一个刀口棱角对齐。刀口棱角对齐之后，放一个比较平、比较垂直、比较平的一个东西放这个地方放着，然后拿一个尺子，最好用那种钢尺啊，最好用钢尺，然后测量一下这两边的这个距离是多少，一定要放好。正常情况下，这两边都是8mm 或80mm。80mm 是最好的，有的可能会一个一边7.9多一点，一点8.0多一点，这两边都要测一下，因为我这个尺子不好放。测好了之后，这两边再保持8.0，然后没了。还等一下，你可以先暂停。